Hello，这边是俄罗斯娃娃，每个颜色都有。好，现在呢，我要请一位观众呢，帮我选一张。好，就是你拿一张放桌上，不要让我知道，不要放着。好，我这边呢，只需要一二三四五六六张。好，这边总共有11张，我不会知道这个牌是什么。我现在要试着把它感应出来，感觉不是它，应该不是。应该也不是，应该也不是。哎呀，找到了一张，这张是橘色，没那么巧吧？你应该就是橘色。更巧的是啊，其他的呢，也会呢，顺便完成了配对。